山东荣成网友互换土特产，山东人太实在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帅哥。这个换这个土特产啊，这个联系上一个山东威海荣成的啊，就是很早就是我们的粉丝，然后说呢，你看写大段话，别把人头像露出来，看，就是这种大段话的呀，大概给我发了得有十多段。啊，我大概念特别热心，特别热情。拽哥，我是山东荣成威海荣成的，也就是主持人倪萍、菊萍、姜育恒、杨洪基的老乡，中国的最东端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，一个沿海城市。我们的土特产特别的多，有无花果、鲅鱼饺子、苹果什么鱿鱼丝，各种东西特别多。我给你弄点特产让您尝尝，我让商家发快递发顺丰啊，当天就到。我说我也不知道您邮多少东西啊，我说等您邮到是吧，我给您还礼啊，我怕待会儿您给我邮的太多了以后我都无法那报答，你说是的，无法还礼是不是。上回我们俩呀，那不是给那个潮汕那姑娘互相邮点东西吗，是吧，您看那点东西说不起眼儿是吧，不说价钱是就是不起眼，我觉得没有意思，就是反正我们只能是想着能代表北京的东西。这个不是说钱衡量的事儿，但是当然也是怎么说呢？我认为我用心了就行了。对，我用心去选购这东西了。有的时候吧，有一点是什么呢？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，你比如北京，特产可能咋说？你这一说，我就咋那么羡慕你们？你们那儿这特产怎么那么多呀？是吧？对对对对。真的，就有的地儿特别特产特别多，有的内蒙的说有这有那。咱 说半天说有些好吃的馋我，然后说不跟我换，你说气人不。咱说心里话啊，北京呢是首都啊，你像也没有海啊，山也不是特别的多是吧，然后物产并不是那么丰盛，只是全国各地的美食聚集在这儿而已是吧，对，然后产的东西很少，你也不挨着海边是吧，也就是密云的有什么水库鱼、怀柔的栗子、平谷大桃、昌平的苹果是吧，还有什么房山的柿子、大兴的西瓜，也就这些有代表性的，但是那些也没什么。对呀、啊，这哪儿都能买到，是吧？然后肉食的，咱北京肉食的也很少啊。咱说心里话，就是烤鸭，没什么新鲜的。有的人说，你说那烤鸭啊，怎么怎么着，那个包装的好吃吗？可是你说，咱们不能得给人家有点肉味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就这个粉丝就更不好闹了，腊肉也不吃，干说那个。栗子只吃熟的，是生的，生的不会炒，不会炒，什么怎么着的，反正我还挺，我这样想的，我跟拽哥说，我说咱们看看人家邮什么东西，然后咱们必须得把这礼给回好。对，我不知道就是别处，反正我觉得就是做人呀，不管做朋友还是什么的，还是亲戚也好，对，就是礼尚往来，对，你得差不多是吧、啊、对对对，你不能说让谁感觉说我很亏他很赚，我很赚他很亏，那种感觉就不好了是吧。然后这也不知道是姐们还是哥们儿啊，反正就跟我聊得特别高兴是吧，然后给我邮了好几箱，今天啊到两箱啊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呢，咱去打开看看去啊，开盲盒你去看看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、有好吃的话赶紧吃，对，有好吃的赶紧吃，今天先尝尝是吧，趁鲜儿啊，然后我们两口子再去市场上再选购一些北京的呀、怀柔的呀是吧，更具代表性的是吧，嗯，到时候我看您弄了什么东西我得给您回礼，嗯，是吧，对呀、啊、走来吧媳妇儿，这家伙山东朋友就给邮了什么两箱两箱三箱，目前三箱啊，说了还有呢，哇，太多了吧，这个哎我就说嘛，山东人更实在，真的，然后我准备找一山东的姑爷真的，这大伙这要是不会瞧老丈母娘还不更得好真是太棒了，是不是，山东人更实在。哎，我真没吃过，还哎呦，真新鲜，你看。看无花果，妈呀，好几盒。哎，媳妇儿，哎，这个明儿咱要回礼，咱给他回点咱们那个怀柔当地产的鸭梨或者红削梨，你看行吗？四盒。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无花果。不是，朋友们，你见过什么东西吗？哎、就是鲜的无花果，没吃过呀。就说咋吃啊？不是，我想问一下怎么吃啊？怎么吃啊，你们先跟我们说一下啊，是一会儿咱吃了再问，哎，这有一说明书是吧，嗯，对，到时候看这个，到时候看这个
开下一箱，先都给开开。人家也特别担心，那意思别有东西坏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都是那种顺丰冷链给发来的。是。这个瓜们是直接能吃的吧？这能吃。这叫什么呀？喜豆。这就跟咱那个北京那边的鱼皮豆差不多吧？也不一样。品名就叫一样吗？红福喜豆。急了。我嘴急你。待会儿。待会儿一块儿，不错啊，挺好。这香是什么？哎，它这特别有特点，我觉得是吧？这是乳山生蚝。嚯！打开看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这人太实在了。不是，这生蚝咱们明天得赶紧吃的呀。是。那个稻香村他也不爱吃，他说你不要邮稻香村。你说怎么办？我拿什么回礼？同志们，在这个期间你们帮我们想想。对对对。北，尤其是北京的朋友。对对对，回点啥呀？是不是？人还有好些东西。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生蚝。那这生蚝，待会儿一会儿咱们就做了呗，是吧？乳山生蚝，看，这真是乳山生蚝，是特产，看，绝对是能代表山东，是吧？待会儿直接给它蒸了吃它。对，开蒸，然后一会儿咱们再聊天啊。趁香。你们给我出个主意，我们要回什么礼合适？咱北京。还有呢，关键是人。对，人家还有呢。完了，改天他再邮过来几箱，甭管什么东西啊，我看看啊，总这些东西，然后真不少，然后咱们两口子是吧，也给人把礼回好了啊。这洗完了啊，很干净，稍微一冲就行啊，真挺好。这个人家告诉，特意告诉，蒸不用超过5分钟，上气儿3分钟就 OK。是媳妇儿，开吃了。这回你可以吃到全国各省市的，只要是咱们那个粉丝朋友给你邮寄的，然后你就回礼，你能品尝到全国各地的美食。就是老有人他不跟我换，他拿着说钱我。哎，逗不逗？生蚝还没煮上，还没那个蒸上呢啊！顺丰又来一箱，打一下。那正好明天包饺子呀，来吧，啊，赶紧拆一下这个，这叫鲅鱼馅儿，都给你调好了。告诉说，鲅鱼馅儿，嚯，调好的，哎呦，妈呀，真棒，真有特点。就那意思，直接吃啊。看见了吗？真有特点，哎，太棒了吧！真不错，咱们明天就开始吃啊，看食用方法。这就跟大姐他们那哪儿的一样，是吧？营口那一样。人这就是给你弄好了。对对对。咱家的就使那么。对对，太棒！来，赶紧收到冰箱，明天咱们开吃。对，咱们今天先尝尝生蚝吧，还有那小豆豆啊，好，还有无花果。生蚝已经蒸上了啊。咱们在等蒸生蚝期间，咱们尝尝这无花果啊，对，好不好吃？我真没吃过鲜。你尝尝。尝干嘛呀？好像让我试毒呢。这是怎么吃？就直接咬吗？啊，直接咬吗？没吃过呀，用剥皮儿啊。是剥皮儿？不知道。你看看那说明书。洗后直接食用，人说。这直接吃？嗯。就跟苹果似的。嗯。是吗？没吃过。还真挺好吃的，嘿。是吗？嗯。咱没吃过呀，第一回吃。怎么有一股青草的味儿呢？嗯，皮儿有一股青木蛐的味儿，但真的挺好吃的。不是，同志们，这皮儿能吃吗？别说见笑啊，这个、洗后直接食用，人写的。哎呦，头一次吃这无花果啊，里边是红色的。含糖量较高，成熟后糖分往外就是有点黑点儿，都是正常的，是吧？嗯。又吃一个。太棒了。我吃过干的那无花果，我不爱吃。啊，这个鲜的无花果有一股稍微有一点点酸溜溜的，是吧？然后酸甜可口，里边全是籽儿，特别甜。但是就是甜度大于酸度，就有一点点。不酸，没吃过啊，挺新颖的啊，挺好吃的，挺好吃。嗯，成功啊，我非常满意这东西啊，而且就非常那个满意成功，到时候让我闺女我儿子也吃。嗯，大姐。当时给大姐拿一桶，我这4颗盆呢。嗯，分给她一个。真挺好吃，巨好吃，巨甜。看看啊，哎，老公你。我来。这一抠就开了。有点像北京那个咱丹东那边的鱼皮豆，知道吗？这我感觉应该像馒头的。我感觉有点像咱们的一种什么吃的呢？说实话，挺好吃的啊，因为像点什么？像咱们白小馒头吧，有点像，但不是。我想说的不是那东西，不是。这玩意儿就是炸的，
说实话啊，也挺好吃的，还挺香。这像什么东西的？是特别像，好像像稻香村里边一东西。不是，啊，那个先暂停一下，我们先想想，像什么味儿的？没吃，哎，挺有特点，啊，像馒头，挺有特点。啊，就是跟那奶香味儿的是，就有点那个面是吧？面炸的，是吧？我不知道，不像炸的。没有油，看见没有油？不是，那就是烘干的、烘焙的。我觉得不是炸的啊，不是炸的。嗯。反正好炸是怎么弄的？挺新鲜，哎，我觉得挺成功啊。我觉得特别成功啊。让我们尝到了山东是吧？荣成的东西啊。我简直觉得特别幸福。哎，挺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到一会儿再尝尝那个生蚝啊。嗯。就直接咬就行，就直接那咬着吃。哎，没吃过，没吃过。你妈也没吃，我也没吃过，都没吃过。好吃吗？大好吃。对，你吃那干儿，对，得往里吃。对，你记得你还买那干无花果，你说好吃，这就是新。大好吃，大好吃，皮儿也能吃，哦，皮儿都能吃，没有皮儿，就跟苹果似的。那是豆，豆你尝尝。我感觉我闺女不爱吃这无花果。你大口吃甜的，你爱吃吗，闺女？这无花果，一般。这个呢？炸豆。炸豆。妈妈也不知道，她也是就是用面做的那种啊。我觉得挺有意思。我就想不起来是。好吃吗？挺好吃的是吧？嗯。自从吃过这种味道。那什么，小麻花儿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特别像我们跟小麻花味儿一模一样。麻花就是没有，哎，没有那酥，说的太对了，是不是朋友们？对，特别像咱们那麻花，咱们哎，像麻花的味儿。明儿我必须把那麻花怎么弄回来？行，可以可以，出锅喽！大家好，帅哥，山东荣成的朋友，哎，真好，看看看，跟那个小肥，哎呀，小肥猪似的，真是。又白又胖，大饺子似的那种感觉。又白又胖。哎呦，先给我闺女吧。记得这个不大。我自己那什么个小点的，它有一斤半个，个小点也是吧？咱们买就是多好的，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半个不那么肥的，知道吗？这玩意儿啊，这个乳山生蚝就开那个开锅上气儿啊，三分钟啊，别时间长了，时间长不好吃了。看，啥也不用蘸。啥也不用蘸。嗯，就这样吃就最好吃了。我尝一个吧，真的。哎呦，嗯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的这个山东的特产啊，等您这所有东西到齐了，我们两口子给您采购去啊。我这儿来，这夹，这儿，就这样吃就行啊。蘸了我觉得倒不好吃了，损失它的原汁原味。好嫩啊。真不错啊，真不错，真好啊！时间还可以再减少一分钟，两分钟，对，不是说两分钟，可能咱那计时啊，上气儿的时间不准，不准，千万别超过三分钟啊！超过三分钟它就缩了。就是所有你们对吃这生蚝，真的是对，因为那乳山生蚝啊，它特别嫩啊，颜色跟别的地儿不一样，是吧？不是，这是啥呀？生蚝汁儿啊，喝不了吧？大海吧，海水吧，咸鲜的味道。喝海水啊？它不是海水，它就是这里边蒸出那个汁儿。是吗？嗯。哇塞！你尝尝，我刚刚好难打开呀。嗯。打生蚝一定注意啊，别割伤啊。这玩意儿有点惹祸了，好像。给你，哈哈，把馋虫招出来了是吧？你看，你瞧，你就了解我。嗯。吃不到。那好。这人家就是让你尝尝鲜儿，尝尝得了。你要是想吃的呢，然后你再买，就是这意思，懂吧？嗯。互换土特产是让你尝尝鲜儿，不是让你吃饱。不能管够吗？给。两边都有。好嘞。挑力大工作，急的。我不吃了，我吃我吃两个了。吃吧吃吧吃。没有我这样干的。我只要媳妇儿孩子吃满意就行啊，我嘴不急啊，你们吃，剩下你们一人行。我们给吕大公开生蚝了啊，非常成功啊，收了一个无花果，一个豆，一个鲅鱼馅，还有一个生蚝，这就四箱了啊。
然后呢特别满意啊，我觉得这特别有代表性，是吧？嗯。然后呢咱俩那个明天去给这个甭管哥们儿姐们儿咱去采购去。好啊，大家也给我们建议建议，对，给我们出个主意，然后您看看我们采购东西行不行，好吧。嗯，拜拜拜拜，我们吃饭了。